吴叔，吴叔，你们去干嘛去了？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不可以走这里过吗？你修的路啊！别用在我家门前。别用这种态度啊！快到了。喂，你要干啥？这是鱼塘吗？鱼塘？里面会不会有鱼啊？这不是鱼塘，怎么会有鱼啊？你感觉鱼塘是什么？你不觉得臭吗？你要不别玩了，好像有点臭臭的。老表，这是啥呀？这是不用的粪坑。粪坑？粪坑？粪坑？是不是在粪坑的地方啊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别玩了啊！我会觉得有鱼的，有什么？哎，你下面那个你们说的那个鱼塘和这个不是一样的吗？哦，就是有水是吧？对，我就以为里面有鱼。哦，就是粪坑呢。对，捉鱼就是上瘾了是吧？现在都，昨天抓这么大条，你不高兴吗？高兴，我特别高兴。树脂都需要用那个粪，那个铺的。哦，就用来施肥是吧？对。哦哦。这里吗？胡叔。哦，就是这儿。胡叔。白毛。不准叫白毛，妹妹。胡叔。没事，他现在我不知道他叫什么。不能叫白毛啊，他年纪比你大一点，你可以叫他一声姐姐都行，知道吧？胡叔，在下没？没人吗？胡叔，没人哎，门锁啊。不在，那就没在家。哎，这里看，去看看，看看家里是不是那个门还用得好？这个门还用得好，你就像一个领导来视察一样。哈，怎么了？还有冰箱用啊？他还有冰箱用。那这么奢侈啊？差不多的，和上边儿。差得多。我们也没有厚此薄彼，都是差不多的。没在，那就走呗。啥呀？为什么用这个毛毯？他为什么用毛毯？那是我什么都没有。你怎么什么都没有？缺你啥了？这么软。好。干啥呀？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电热毯吗？他还用上电热毯了。哎，那个每个家庭条件不一样，给他放好，给他弄回去。家庭条件不一样，你们就是偏心他。没有偏心他，那你住湖那个民宿那里。对，你住民。现在也没有住他了，你。那你想住民宿那儿的时候，可以去和民宿商量一下，是不是？还有啊，你昨晚上住的那个条件够好了吧？那我昨晚上住的条件，我只住了一晚上，他天天住这么好。嗯，他天天住这么好。而哎，你想啊，是你把人家那个姑娘给撵走的，又干看自来水，我每天都是提桶打水，是不是你把人家给撵走的？你们这是对他比对我好是吧？没有，你在民宿那里不是用的自来水吗？嗯，就是偏心他是吧？没有偏心他，一视同仁的。一视同仁，早知道我就不撵他过来了，让他和我住那里，我自己过来住。哦，让他和你住那，你是说让他住那，你住这边是吧？早知道住这么好。早知道住这么好，凳子咋了？是新的，还是新的？你要干啥呀？不干什么。你又想弄啥呀？不干啥，我坐呀。啊，坐好。等白毛回来。那我们去找找他呗，就一直在这等着呀。去哪里找嘛？他们应该是去干活去了。那你我跟你说，那你行不行？鱼子很好吃，去摘了尝尝呗。走呗。这个鱼子特别好吃。你把凳子拿着干啥呀？我那边的凳子都烂了。你看，哎，给放下。这样啊，给放下。你拿一根吗？他这里三根，我用他一根，你不能。你拿人家的凳子，你得问问胡叔愿不愿意，是不是？在呀。姐姐上次给你说过，我们不能就是私自拿别人的东西。他这里这么多，我用一根。这样吧，放下。给胡叔说。放下。待会儿你给胡叔说一下。那我们先去找他们，行吗？你就给胡叔说一下，看胡叔愿不愿意给你用。愿意你就再来搬，行吗？走啊，哪里去找？那去找。摘，给你们两个摘橘子，这里的橘子很甜的。先走吧，我们先走，先让老表在那儿给你摘个橘子吃。白毛。哎，不能叫白毛，我刚刚都给你说过了，他比你年纪大。不叫白毛，他不知道，我叫他。他比你年纪大，你可以叫声姐姐，走这边。叫姐姐。嗯。哼，他有你对我好吗？我叫他姐姐。那你还是知道文文姐对你好是吧？那以后你们做成了朋友一样，他也会对你好的呀。来，小吴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那走。哎，别叫白毛。给你小吴。来，别叫白毛。来，我问。哎，我待会儿吃，谢谢啊，谢谢老表，走。没看见他干啥？到处找找呗。
胡，胡叔。啊，好好好，没找到就我们回去了呗。不知道今天胡叔带他去干啥去了？应该是出去体验生活去了吧？完了，需要什么？我都找累了。都找累了是吧？嗯，找累了我们就回去，行吗？听见声音了？刚好就回来了。哎，他们回来了。给你道歉，知道吗？我凭什么可以和他给你道歉？去医院里面好好去看一下。胡叔，你别过。哎，胡叔，你们去干嘛去了？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不可以走这里过吗？你修的路啊！别用，就在我家门前。别用这种态度啊！绕道走呀、啊！人家妹妹是来找你交朋友的。你别这样啊！你的妹妹好好的跟你讲话，好好的聊。妹妹是来找你交朋友的。对你不能这样啊！谁和她做朋友？我才不和她做。你别走了！回家。文文姐，你看她的态度。你干嘛呀？她什么态度嘛？我干了一天活了。所以这是她不好的地方。人家妹妹。所以现在妹妹就你很棒。这样是教不好他的，这样是不和他交朋友。胡叔，胡叔，啊，你不把他带在那里去住吧？我让他住了。你让他住，我让他住，没事，妹妹，你别着急。你为啥想着让他住啊？他家里条件这么好，他能改过来吗？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。哦哦，你说，对呀。不知道他交朋友呀？来，别拉着我。交个朋友嘛，我们做个互相做个自我介绍，是吧，妹妹？现在。你看，现在妹妹主动都来找你了。你的妹妹她听不进去你说的话，她听不进是吧？哦，你看你那个样子，你现在能听见，听进去文文姐说的话了吧？能啊。嗯，所以这就是你棒的地方。过来，你看你又这样。哎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行，去看看。我跟你讲。